各位青少年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花莲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队长韩修案。113年暑期保护青少年青春专案在7月1号到8月31号执行，其中工作重点既有查缉黑帮、打击诈欺、扫荡毒品、净化环境、保护儿少以及扩大宣导等六大工作。我们也结合了相关机构办理了3对3篮球斗牛赛、亲子钓虾比赛、夏令营、歌唱比赛等一系列的活动。7月5号将在花莲市火车站前的中山公园风雨球场举办3对3篮球斗牛赛，请各位来为青少年朋友们打气，也别忘了其他一系列的活动哦。You have my heart, you have my soul, you have my whole, you have my control. Love me tender, love me sweet, with you I know that I'm complete.